迎收看频道，我们今天玩玩 King Legacy 啦啊！那么上一集呢，我玩这个大火果实啊，等一下，这大火果实又卡车了，嘿嘿。那么这大火果实呢，其实呢就没有像 Brofus 里面那么好用啦，也是蛮多问题一下的，就是说它有些关卡呢是打不到的啊。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可以看我的上一集哦。OK， 那么这一集玩什么果实呢？那么这一集玩的就是这个毒毒果实啦，没有错，这毒毒果实啊，哇，这毒毒果实，你看这个它的这个魔的果实做到，哇，超恐怖的，超帅一下的，还蛮不错的嘞。这个毒毒果实呢的使用者呢，名字叫做麦哲伦啊，他呢就是监狱里面的副局长啊，他呢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因为路飞了啊，你们知道的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就今天就使用这个毒毒果实吧。这个毒毒果实呢，好像在 Brofus 里面呢是蛮好用的，就是蛮贵的果实啊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King Lex 里面呢好不好用吧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就把它车下去吧。OK， 车下去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沙漠岛啊，又回来了啊，就是因为呢上一集呢就是不可以跟这个 Crocodile 跟他战斗啊，就是因为那个大火果实呢太大颗了。OK， 啊，可以去看上一集发生什么事情吧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毒毒果实呢，看可不可以跟他打吧。OK，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他的招数是什么吧。OK， 他的招数是等级还蛮低的嘞。OK，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强哦，感觉上。OK，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招，这个 Jack 是什么啊？这个 Jack 是来射吗？就是，看那个毒出来哦。等一下毒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喂 ，OK， 我们还是找一个敌人来做一个实验吧。OK， 就是喷毒，第一招就是 OK， 哦。中毒的效果啦啊！就喷口水啦，喷口水啊！呸呸呸呸！来呀！要打架，感觉像好像小学生打架样子嘞。哎，你要打架吗？要打架吗？喷口水！哎呸呸呸呸！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好像只有我在小学才会这样做而已啊。对 ，OK， 不要闹了，我们看一下第二招。第二招是这个蛇嘛，是个龙啊，就是。OK， 他喷出一个 Hydra 还是蛇吧，就是喷一个毒，龙蛇吗？是叫龙蛇吗？就是喷一个蛇出来吧，叫蛇吧 ，Hydra。等一下，我上网查一查。Hydra 那个50等的招呢，就是那个九头蛇的意思啦。OK， 就是九头蛇啊，可是怎么一个蛇出来而已呢？哎，不过也是有中毒的效果啊。哎，不过中毒的效果，你看，才那一下子而已罢了嘞，你看。喷毒 ，OK， 他中毒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有打到吗？哎，你看啊，喷那个毒出来啊，然后呢就中毒，那伤害也不是很高吧？我嘞，嘿嘿。OK， 算了吧，我们就看一下，那个100等的招式，三个毒哦，三个那个九头蛇啊。OK， 伤害就高一点，可是中毒效果就，差一点点。嘿，没有想象中的帅呀，不够帅呀，他好像。不够强，感觉上不够强。喷毒，洗脸。哎，卡机。OK， 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招吧，就是那个叫做恶魔嘛。OK， 变身，哦，变身了，哇，这个是等一下，哇，这个他对这个状态呢是他的最终状态嘞。他上一个状态呢是后面有三个一个蛇的那个图啊啊，哎，这个他直接变最终状态耶。OK， 那么的话。还有时间的嘞，好的，那么的话，哇，好大致一下也是 ，OK， 那么的话，哎，他动到我他的附近的话会控血嘞 ，OK， 可是伤害超低了，超烂的，然后他可以，他可以进攻嘞，你看，哇，比那大佛好用很多啊，还可以直接进攻打，来再打，哎，我可以用小招没有啊？就是喷口水，可以耶，他喷那个口水的那个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嘞。哦，那九头蛇呢？对啊，哇，也是不一样的。三头蛇，对哦。哦 ，OK， 感觉上呢，就是也没有想象中的好用啊。就它变身的时候呢，感觉上还蛮不错啦。不过它的招的远距离呢，还蛮近的，然后就伤害蛮低的一下，没有想象中的好用啊。而 Brofus 里面呢，听说是蛮好用的，我就试下。迟点有机会的话再来玩吧。OK， 我们来打这个 boss 吧，沙漠卫闪。OK，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变身吗？直接变身跟他打吧，来打，啊打，来控血啊！等下他伤害也是蛮高的。我看不到那路嘞，前面的路我看不见。你现在拉前去打吗？拉前去也不行，很难看，超难看的。哈哈哈，撞打，打，
别过来，抓他！好难看，镜头好难看。我要喷口水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血量好少了，这个好不好用？不好用，我要死掉了啊！OK， 我回来了，那么的话就继续的跟他战斗吧。我觉得变身之后呢，超难看的那个前面那个画面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那个三头蛇呢？刚刚我出的时候怎么，啊？怎么没跑出来呀、啊？嘿，这个有 bug 吗？游戏？哎，一条新的蛇，三头蛇，你看那个三头蛇又完了，它没有出来。What？ 喷口水给你。刚刚一头蛇可以，三头蛇你看啊，我按。哦出来，现在才出来，刚刚是 bug 吗？诶，喷口水给你，你看我喷口水有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超级多 bug 蛇，哎，还是我这个果实有 bug 啊？哎 ，O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去新的岛吧，就是这个空岛啦。OK， 在那之前呢，我想看一下变身的时候啊，可以不可以在海里面游水？哎，可以嘞，你看我会空血了。哦，可是我的速度移动太慢了，哈哈，啊，太慢了啊！我们慢慢的走过去吧，哈哈。OK， 可以，刚刚好可以上去，然后我现在要上去，等一下差不到，等一下，哦，我变为正常人了吗？要啊，等一下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变成正常人了啊，跳，我冲过去，等一下，我要点上去啊，等一下，哎，不要玩啊，对不起，白痴了我啊！OK， 我们先上来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先找一个啊记录点，先记录下来先。我们来这里升等，就来参观一下吧。这里什么东西卖啊？这里是 OK。那么这里有个任务，这个任务，等一下这个角色出音吗？嘿嘿嘿。OK， 那么的话就哦，等一下，他身上穿的衣服是那个罗宾的嘞。哎，罗宾加出音。OK， 那么的话。这任务 OK， 八百等的任务，打赢四个那个空岛的那个士兵吗？啊，应该就是这四个啦。哎呀，来打，应该蛮简单的，我们就来变身跟他们打吧。来，嘿嘿，来是我的九头蛇 ，OK， 再来，我就喷口水啊，等一下，诶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一直死嘞，我变身的时候就。是我没有什么注意到吗？哎，你看他们伤害，哇！我觉得我人变大只了，可是呢，就是还蒙他们呢就蛮容易攻击到我，哈哈哈！啊，好像也不是讲很好用哎，起呢，打他 ，OK， 再打他 ，OK。OK， 如果不变身打的话，会不会好用一点啊？来看一下就喷口水，然后就再来九头蛇。这个蛇你看我按了又不会出来嘞。啊，有 bug 啊，这款游戏。哎，哈哈，再来九头蛇，你看，那蛇在哪里？还是我使用错方法？哎，不可能啊，这个一个头的蛇，我觉得就都没事。怎么其他蛇就有问题呢？九头蛇，你看，它又飙出来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它那个一百等的招呢是怎样用的？那个三头蛇啊 ，OK， 那首先其实要用这个第二招，这个一头蛇，你要使用三次之后才能用啊 ，OK， 我来做一个实验给你们看啊，一轮。第三轮啊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头蛇啦！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哈哈。哦 ，OK， 这个设计呢，这个，他这个招呢，就觉得，很白痴一下嘞。哎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这样子做啊？这样子很浪费嘞。我觉得呢还是有更好的选择啦，就是这个招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啦。我觉得还是 Brofus 里面的那些啊招数呢，就比较漂亮啊。哎，不如这样子吧，我们觉得我在我的那个社群里呢，我会放一个投票吧，看一下大家会比较喜欢什么 Brofus 呢，还是 King Legacy 吧。OK， 那么的话就记得去投票一下吧。OK， 那么的话我们就来继续。OK， 那么现在呢，我升级到了850等，可以去另一个地方了。然后就我在做什么？我在月球漫步吗？
嘿嘿，挺帅的，说真的，还蛮帅的嘞，哇。OK， 那么下一个地方就上去这个树这里啦 ，OK， 那么话就上去，然后这里呢好像是可以买一个那个见闻色啊，一个霸气啊。 我来找一找吧，是这里吗？这个商店，等下我人还在这跑嘞，正常的吗？OK， 对话就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看到哎，你看啊，我按它，我要看它是使用什么招，它就直接帮我跳过了。什么东西？喂，这游戏真是蛮多问题的，哈哈。那么这个花很多钱呢，1.5 million呢，买下去吧，这个应该是见闻色吧。 好像是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键门是要怎样开啊？按一，不是按 R T Y， 哦，按 Y， 哦 ，OK 啊，有不一样的，这什么啊？这感觉上，看远点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格子这样子的一个瞄准格啊，感觉上好像我开 Y 挂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没有觉得啊 ，OK， 就是键门色啦，这个就还行吧 ，OK， 那么话。 我们就来继续来接任务，OK， 850等要打赢那个球人吗？什么球人啊 ？OK， 就是前面这个吗？你是球人吗？我是他 ，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战斗哇！哎，这快爆炸嘞！不冷却时间的吗？OK， 就我的蛇打，再喷毒，这个是 boss 吧 ？OK， 再喷毒，再蛇，我来变身，等一下，哦，慢点，冷静点。 别急，喷毒啊！我再远远的打啊！可以，没问题，简单，轻轻松松。不过真的是啊，他的视野真是很难看呢，超难看的。OK， 那么下一个呢，好像是要练到900等，那么的话，他好像是会掉一个道具的。他应该就是那个 Enru 吧，就是使用雷的那个果实，那个能力者啊，那个神啊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就来先这里来慢慢练先吧。OK， 刚刚忘记测试了那个见闻色啊，看一下他可以打我，可以闪过多少次啊？招就来打我啊，打我，一次，两次，哦，8次哎，你看到吗？他有显示那个次数啊，哦，不错啊，不错啊。OK， 使用可以用8次。 OK， 现在已经900等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打这个雷神吧，算是雷神吧，出点那个啊 ，OK， 那么就开始吧，看他样子啊，哦，等一下，他什么招？你看我血量，直接4000了 ，Oh my god， 这个太强了吧，喷毒给他，哇，这个看样子，哇，我蛮帅一下的嘞，哎 ，OK OK， 再来喷毒给你，再来我的手，好痛，哇。 伤害好高哎！哎 ，OK， 开剑门这些刚刚是忘记开了啊，我们再来啊，这个喷毒给他闪，再来喷毒，一直闪，OK， 再喷毒，我觉得我不要变身吧，变身的话好像感觉上比较难打啦。OK， 那么就再来蛇转，再喷毒，一直这样转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打得过吧，这样子。出去呀，打赢啊，其实不会难的，真的还蛮简单的。 就是你不要变身啦，变身的话太大只了，移动速度太慢了，所以就不好打啦，就一直闪，就蛮简单打的。OK， 那么现在我应该得到他的一个道具了吧？看一下啊，哎，没有掉哎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幸运哦。OK， 那么就算了吧，以后呢就再来慢慢的打吧。OK。 OK， 那么这毒果实呢，好不好用呢？啊，我个人认为呢，还行啦，一般般啦。只是呢，它的这个也是150和100等的招呢，还蛮普通的，觉得一开始就好用啦，之后我觉得应该不好用了。OK。 OK， 那么最后呢，还是要问一下大家啊，你们小学的时候是用口水来吵架还是打架吗？哎呀呀呀！